章出仪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即个去平安教会遐底选遐有拍灵验的活动，佮有关怀许多人。阮伫遐，哦，我唱一件，阮伫遐是穿一件红色，伫遐办活动。啊，一件衫办活动的时阵会流汗，流汗的时阵。也是爱洗，过当天阮就穿另外一领乌的去探访，二十几个人穿乌色的衫行伫个路的，哈哈，咧偷笑的。结果，阮的无我想要讲的是，阮是咧表现阮的热情，吼，啊，伫遐咧关怀，啊，可以办票都爱袂看，阮刚刚咧偷笑。啊，伫遐阮咧关怀的时阵。行，伫遐嘴大，有一个长老拄好咧开干巴店，伊真热心，伊讲：“欸，少年的来，你啉啥？我请你，家己开。我唔免买木炸茶，木炸水，吼，会使啉。我阮就继续行，行忝啊，倒来教会时阵，长老就讲：冰箱有一盒冰哦，要互恁食的哦，吼。啊，结果。”传道，搁买两粒西瓜，即下食袂完啊！要安怎？即输，搁买一粒西瓜，哦，搁伫教会，哦，哎，爱切互小朋友食好啊！哦，我们伫遐关怀旧西瓜，伫遐学习。我要请问两位兄弟姊妹，教会的囡仔有啥物特别无共？来看一下影片。